哎呀，干嘛呀？哎呀，帮一下忙！怎么回事啊？会不会胖子啊？哎呀，帮一帮！帮我扶一下！帮我扶一下！等一下赖上我，我家又没房没车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扶一下！哎，不要扶啊！你家有没有房？刚有个人。啊！是胖子啊，我家没有啊。没有，你快点扶！我家有两套房，我都不敢扶了。走走走走！哎呀，我扶一下，我不要走啊！ 你怎么你跑上我了？哎呀！哎呦，你撞到我了！撞到我了！你看我东西都摔了，不摔你还帮我捡干嘛？你是记错了，头脑有问题了，现在。我不管撞到我了，你要负责。少来是不是？我不管撞到我了，我的脚痛了。哎呀，没你啊，你怎么不这样呢？我好心拉你起来了，明明不是我撞你的哦。就是你撞，你不负责任，你休想走，休想走。哎，你还抱着我就走了啊？你不要走了，你要负责任。又没有人过来作证，麻烦啦！哎呀，那你想干什么？你要负责到底啊，把我的伤养好。哎呀，我一个魔力了，我那怎么养你啊？我又没钱现在。我不管，反正你要负责任到底。 你怎么无赖？你休想走！早知道我又跑掉了，我不救你了。谁叫你撞到我啦？还抱着我一车干嘛？你想走啊？我不抱着你车，你要把我负责到底，我就给你走。我都服了你了。要不你就把我带回家，把我的伤养好。我抱。哎呀，说好了哦。说好了，哎呀，你，真是好心没有好报啊！ 来来来，你先上车，等一下子。来来，我上车。你不要这个了，放在我这里了。哎呦，好痛啊！哪个村的？你要打我回家，我不管，你要把我的伤养好先。我家没人。你是哪个村的？我也不知道我哪个村的。你哪个村的忘记了？我忘记你把我撞的脑震荡了，哎呦。 真是冤枉啊！哎呀，哎呦，我坐稳了啊！哎呦，这是哪里？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旺旺村。哎呀，你吃不吃？我不吃，不要了。哎呀，不要就算了。哎呦，这个车是不是把我撞坏了？ 这里是我家。哎呦，下来下来，赶紧赔钱！还要赔钱啊？我不管，你要赔我钱，你看我都被你撞得脑震荡了，我的脚也瘸了，那我以后怎么嫁人呐？赔你赔你赔给你，哎呀，这位美女，我身上没钱啊，那怎么办？我家地在里面，你。 拿钱出来！哎呦，来了来了，要多少钱啊？要多少拿多少。哎呦，我叫我弟拿钱出来。怎么回事啊？今天我从那边经过啊，他撞我，不是我撞的，我救他。头晕，现在我都分不清东西南北了。是他摔在地上，可能是人家撞到他，他那头蒙圈了。哎呦。 就抱着我的车了，不放，说是我撞的，赖上我了。美女，你怎么这样啊？我不管，你要负责任，这点钱不够啊，才100块钱。如果你要懂得要了，我哥做好人，你还赖上他？100是精神损失费，不够，我不管，你不要把我的脚的伤要养好先。好心没得好报，出门没看黄历啊！扶我去你家把我脚养。
怎么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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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
就打工，不打非拉摩地、哎、搞这种事出来。哎呀，倒水给我喝呀，我口渴、哦。哎，我都服了，口气没了好爆啊！以后我都不敢做这种事了。我想吃鸡腿。鸡腿啊，必须等一下杀鸡。我们家那个老母鸡给它补一下。本来就剩一只老母鸡了，一只也要给它吃啊。等着杀蛋呢。没办法，来要吃。不然等下怎么怎么处理？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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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。哎，还要办法？等下我去杀吧。我不管你们，我天天要吃鸡肉。哇，天天要吃。那等下我去拉货，再赚点钱，我再买一只回来。你去拉个谁照顾我啊？叫我弟来照顾你，我没空。我照顾他，啥都不会的，看起来。你怎么知道他不会？学就会了。哎呀，平时的有空有。我没空的时候，他也是他煮的。我就想要你照顾。我没空啊，我要去拉摩的啊，赚钱啊，不然我拉什么摩的赚什么钱？那你陪我不就行？我陪你吃西北风啊。哎呀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么麻烦，你赔点钱，啊，钱不是赔给他了吗？赔给他就让他走就行了。你让我走，我怎么走啊？我脚都瘸了，我走谁照顾啊？我又没老公，又没男朋友。啊，钱给你了，送他去医院就行了嘛。医院人家也不管我吃喝了。你家里面有什么人？我啥人都没有，就我一个人。那就当然我们卖一样照顾吧，你帮照顾我去那么地了。啊，我有点懵哦。懵就懵了，什么？赖上你了。赖上你了。就照顾我了。是不是看上你了？哎，不管了，反正你喜欢我哥啊。他都不懂，不懂。我不知道，我他头晕晕的那种。我头晕，哎、他乱说了。头晕，哎呦！我去拉摩地了，你照顾他。哎、没空。照顾啊！哎呀，快点扶我去躺着。哎呀，扶我去躺着。你在这里躺就行了嘛。我想去床上躺着。没有多余的房间了。没有，那你就收拾，你出去就走了。快点扶我过去。哎呦，慢点。我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上啊上啊！哎呀，搞他！喂，左边左边左边，东北方向啊，西北西北三十。哎呀，小子！哎，干嘛？哎呀，搞点西瓜来吃吃啊！哎呀，你女人就是麻烦。上上上上上上！哎，来。怎么那么生啊，这个西瓜很甜的啦。哎呀，你看这蚊子又多又热，在这里我不吃这个，我要吃冰棍，吃芒果。哎呀，你看绿色的怎么吃得了，又硬邦邦的，都可以锤那个铁钉啦，真的是冰棍是吧？冰棍。哎呀，我哥怎么摊上这种事啊，搞得我哎呦天天服侍你。来，一人一半。我不要了吧，吃。哎呦，好了，那你在这里了，我去休息了吧。我很热了，你家又没空调，你给我上一下热不行啊？哎，怎么那么难伺候？哎呦，真舒服。哎，你好了，你怎么不回家呢？我哪里好？我腿好痛哎。你跟我，哎呀，你哥又没回来，你怎么这样子啊？还装什么你？但是老是服侍你，我也心里不舒服、啊。服侍了，那你来坐着，你来坐，我来给你上。来，这样才公平嘛，是不是？来，等一下你醒目一点了，你要哥回来怎么办？真的是，懂。等一下我们要找个机会跟你说，哥说一下情况哦。啊，以后你不要老是指使我，要公平啊！我照顾你，你也要照顾我一下。我照顾你啊，我都给你扇风了，真的是。哎呦，好痛啊！哎呦，脚好痛啊！刚才我已经看见了。啊，看见什么？你好了，应该回家了。没有啊，我的脚还有点痛。没有，刚才还看见你站着。没站啊。难道我看走眼啊？不可能的，地是不是也扎好了？好像没好啊，还没好啊。
都一个多月了。你看我这个脚，你看一边高一边低的，哪里好？你看，我演的那个穿着一个鞋。我没穿也是这样子，一边高一边低啊。你看穿了也是啊，你看。回家了，回家了。不回老哥啊！刚刚我也想叫他回家，不过。他说他也挺会照顾我的，刚刚答应照顾我就不想让他回家。他照顾你还是你照顾他？他照顾习惯了是不是？轮流来啊，轮流啊，我照顾一下他，他照顾一下我，我都习惯他照顾了我了。这样啊？对呀、啊。那弟你就爱上他了？是，我们都刚刚才爱上了。之前他老是指使我欺负你，是不是？啊，没有欺负，我都想叫他回家了。那是我对我爱他的表现。哎呀，这也是一个缘分啊。我们现在日久生情啦。日久生情啊？对啊。这也是一段好姻缘，算了。那以后我就在你家住了哦。啊，既然这样的话，一般如果真的喜欢上的话，就要把那个证办了哦，摆几桌、嗯、啊。摆几十桌嘛，摆几十桌啊，没有那么多钱啊。哎呀，你去借嘛，掌中为父，信不信？那好吧，我去舅、啊、那边去借点钱过来，啊。哎呦，那我们去再杀一个鸡吃吧，好不好？你要帮忙我，啊、老是指使我。我去烧水啊。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嗯、那你们去烧了，我休息一下啊，我累死了。哎，拜拜。哎，哦。哎，想不到，要我弟找到个老婆了，哎也好。哎啊。